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一支 Apple Watch Ultra 对决 Garmin Forerunner 95的这个对决。好像没有优点了，讲不下去了。它的优点还有什么？有没有看我现在这身装备，穿着铁人服装，在我身后这边是大新店铁人驿站。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一支 Apple Watch Ultra 对决 Garmin Forerunner 95的这个对决。那等一下的影片当中呢，我们会针对几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两只手表在跑步当中、骑乘当中，还有铁人三项当中各项数据的资源跟精准度如何。那第二阶段呢，就来跟大家做一个统整，我自己认为呢，什么样的人适合购买 Garmin Forerunner 95，那什么样的人适合 Apple Watch Ultra， 那到底 Apple Watch Ultra 它这次在主打极限越野上面是不是真的这么适合实际运动重度爱好者使用。 OK， 其实我们在前阵子去日本的时候呢，已经在东京、富士山还有北海道的时候，都有收集关于两只手表在骑乘跟跑步的表现。 OK， 我们现在就转场到富士山来看一下实际在骑乘的表现。我现在人在东京富士山，等一下呢，我即将挑战一下用两台不一样的手表来实际感测一下这两台在数据表现上还有定位的精准度上有没有什么落差。所以我们等一下准备开始今天的挑战，来看一下两条数据有没有不一样吧。在我们这次去骑乘东京富士山的过程呢，我左手是佩戴了 Apple Watch 的 Ultra， 那右手呢是佩戴 Garmin 的 Forerunner 95。那在实际的整条路线的骑乘当中呢，总里程其实落差真的是非常接近。那在整体的时间呢，还有这个配速上，即使显示出来的这个时速啊，基本上我觉得也都是非常非常接近，没有误差很大。海拔已经来到900多，就比较喘一点。可是我们平均功率大概都在220，哇，骑起来这个喘度，哦，更正，海拔已经1000了，难怪这个喘度已经比较明显，心跳已经170，哦。那最后啊，在心率的表现上，其实两者的这个即时显示在心率的误差值其实也是小于5下的，所以我会认为在这两款的手表当中，在骑乘公路自行车的这个计时上面呢，两个数据的参考度都很高，而且没有太大的误差值，所以在这个项目 Apple Watch 可以说是蛮厉害的，也有所进步。在我们去参加北海道马拉松的赛事的时候呢，我也是在左手当中佩戴了两款手表，那就把 Garmin 跟 Apple Watch 带在一起。那实际在每公里的这个表现啊，是有一点点不尽相同的。第一 K 4:15 ，Apple Watch 还没叫 ，Apple Watch 4:19 ，OK。前面准备右转了，就是在刚开始啊，其实我不太确定是Garmin 的数据比较精准，还是 Apple Watch 比较精准。在第一公里上是有一点点误差的，那从第二公里开始之后呢，每公里的这个配速的精准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准，误差都不到1到2秒之间。那偶尔会可能会有小小的跑掉到2到3秒，但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在两款手表实际跑步当中啊，公里数我觉得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可以说精准度参考度都是很高的。那比较特别的啊，在 Apple Watch 这个地方还多了一个瓦数可以参考，所以它可以在依照你现在的这个平均速度啊，还有你的体重去推估你目前的平均功率，这个我觉得也是蛮酷的地方。来，5、4、3 ，Go！ 人三项，准备，3、2、1 ，Go！ 最后一项我们测试到了铁人三项功能。那这个功能呢，因为我们是在游泳池做虽然它是露天的看得到天空，但是我们是用一般的泳池设定，所以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里程上都有点落差，因为我们是游200公尺，但实际两只手表测出来都是没有到200公尺的状态。那游完泳之后我们上岸啊，做第一项转换到骑自行车到下车，再转换到最后一项的跑步的时候，其实整体来讲，因为秒数是手按的，所以可以控制的非常接近。Blue, and you are shades of gray.
在自行车的这个赛段当中呢，也算是里程有小小差距的地方，两段的落差大概落差了有50公尺之远，所以在里程上啊，虽然这一整段只有大概3公里的路段，但实际竟然50公尺的落差，我觉得还是算有一点点差距的。箱子 OK， 准备出发，转换 T 三 ，Go。但在最后一项跑步上面是落差比较大的，在里程的评估上面呢、啊，可以看到我们影片当中其实已经到了终点，但是 Apple Watch 这边还是比较晚跳公里数的，所以会看到 Garmin 上的数据是 1.06 公里，可是 Apple Watch 只有1公里。那这是这几次测试下来算是误差值比较大的一个项目。那综合下来呢，我觉得 Garmin Forerunner 955呢，它的优点对于运动中呢，第一个当然是它很轻巧，整体的重量在运动过程中你不会觉得非常有负担。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软体端的资源是更加丰富的，它可以支援很多的一些体能评估或是训练上的建议，让你在明天后天不知道练什么时候，看一下手表或手机，它都可以跟你讲到底要练什么项目。那第三个呢，就是 Garmin 啊，它支援了非常多第三方的这些软体，不管你要用功率计啊、心跳带，任何的一些穿戴装置的一些侦测系统，它都可以支源做连接，甚至它可以把心率广播到你的手机或手表，在你做训练台使用的时候也可以有这样的功能。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它在训练上的优点还是非常多的。那 Apple Watch 的优点呢，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它的苹果生态系啊，就是你平常日常中的运用，不管是 Apple Pay 啊，或是看时间设定闹钟，甚至是手机跟手表联动，都可以透过你的 Apple Watch 来做一个很精准的控制。那目前呢，它新增了一些运动，当然也可以让初步刚开始运动的这些爱好者偶尔一次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够支援。那最后呢，我觉得 Apple Watch 最方便最方便的地方，就真的是它的整合生态系，好像没有优点了，讲不下去了。它的优点还有什么？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应该说它跟上一代以前的 Series 8、Series 7、Series 6最大优点就是它的续航表现进步，它现在大概两天才要充一次电，那在日常运用中它的表面也变大，甚至你们看现在在户外的这些场景下 Apple Watch 的这个亮度其实是相对于 Garmin 还更好显色的，所以在日常运用生活中，当然 Apple Watch 我觉得还是略胜一筹。所以最后我们就来公布了，如果你是一个算是中重度爱好者，如果你有目标赛事，你一周至少运动了2到3次，那你每个礼拜呢也都对于训练来讲已经是你生活中的一环化，毋庸置疑的呢一定是选择 Garmin Forerunner 系列的手表，因为它一定是你训练中的好伙伴。那如果你是日常中一个礼拜可能不要一个礼拜，一个月好了，偶尔才运动一次，偶尔去骑骑 U bike 或者是跟朋友去爬爬山，一定是选择 Apple Watch Ultra 系列，因为它的升级真的是非常有感，不管是它的蓄电量，或是这个在太阳下的这个表现，跟日常生活中运用，还是首推 Apple Watch。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两款手表的一些关于运动上的评测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或想看更多什么样的评测，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我是你的教练梁哲瑞，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拜拜。